们现在是大家一起来2.0版，在座因为都有点年纪，应该也看过以前的大家一起来啊，比较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时代变，但今天有个状况啊，今天我们现在还没有日冠军的诞生。对，因为大家的实力其实都很接近啊。实力。那来进行战况的报告好了。目前红队拿到三个公仔，恭喜。黄队也是拿到三个公仔，那绿队呢拿到是两个公仔，是真的很相当，对，都很靠近呢、啊。邓体边玩 gay 啊，哈，好像差不多。那现在就是红黄哦，你们要抢答，我数到三之后按钮，谁先抢到呢？要先选牌，对，选到 win 的就成为今日的日冠军。好好，准备了哦。好，那绿队就不参与哈。来，一号、二号牌抢零，倒数三秒钟，准备喽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红队。选牌，你选，其实选也不一定，对，你先选也不一定是win啊，先选啊，对啊，二吧，见得先赢，好，两个，好，二，那黄队就是一喽，只能选一啊，那我们翻牌，谁是win呢？来，请看，翻牌，啊，恭喜黄队，我们先选的不一定都康，对，我们的日冠军啊，参加周冠军赛，再赚那个公益基金，对，因为周冠军奖金哈。两万十票，再翻倍。公益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人人有奖的 lucky number， 我们准备了哪十样奖品呢？请看明星。日冠军 lucky number， 今天的奖品有：遵循古法制成养颜美容圣品珍珠粉礼盒，让你补元气、补体力的虫草全身饮；加拿大设计师设计的两用磁极笔，一笔多用。好玩又好写，台湾小农环保再利用，竹制吸管跟稻杆再制笔，一起爱地球。台湾浊水溪精品级黑米，健康又美味。日本知名耳机品牌耳道式耳机，随时享受音乐。发商大卖场礼物卡600元，精品旅馆餐厅折价券500元。不止如此，还有现金500元跟3000元让你抽，看你有没有好手气。Good luck！ 总共有十样的大奖。好看完之后，我们要盖牌喽，洗牌。好，重新会洗过，哎、欸，会洗过。是，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陈地伟来挑一个你喜欢的 lucky number。七号 ，lucky seven， 锁定。林立伟呢？我选三号。三号，锁定。两位，请先戴上我们这个特制墨镜，请戴上，乌漆抹黑的什么都看不到，哇哇，都看不到。来，请翻牌，我们看得到，来，大家建议要不要换？鼓励他们一下，还是我相信所有的同事哦，要发挥同事爱，已经先讲喽，要不要换？陈大哥、许大哥说要换，还不错，要换哦，要换。那这个蔡世应、立伟说还不错。我觉得还不错，是我的吗？最好的礼物就这个了，哎呦，最好的礼物就这个了。好，两极化的反应，对，一个说要换，对，一个说太好，世界最好的，对，盖牌。好，我们来请二位选择，来，请拿下眼镜，自己考虑一下。那陈立伟，你的七号要不要换呢？要不要换？你来看看同事爱哪边比较好？你凭自己的感觉啦，你一边说要换，一边说不换啦。哎，你自己觉得呢？七号要不要换？哎，红队每个人跟他讲，重点是指维州的还是指我的？你的先不要先问吗？对，您自己的七号。我相信那个世英跟淑华是。所以呢？换还是不换？不换，不换。好 ，OK。外面的助理不要打趴死你们这些人啊！林立伟要不要换？三号要不要换？不换。那个表情怪怪的，真的哈，要不要换？手比这样，手比这样。外面说换，手比这样。我要换。好，三号换几号？三号换，四号。四号就隔壁就好了。好，三号换四号，所以现在四号跟七号。奖品是什么？那我们就先从换来的四号，请先排。林立伟换来的是大卷毛礼物卡600元，还是很实用啊，实用。来，然后再来七号的奖品是坚持不换吗？台湾精品的黑米，恭喜你，也不错啦。这个同事爱好像不大，健康好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请红队出列，来来来。
红队待会也会接受我们喽。哎，换你们现世报的时间哈。来，哦，好。二位现在有六个选择。八个选择。哦，八个选择。一到八，来，许立伟先。八号锁定。好，蔡立伟。那我就一号好了。一号。好，头跟尾都被包了。来，请戴上眼镜。来，锁定。一号、八号，请先排。真的都看不到。哎呦。怎么样？一号跟八号要不要换？哎，这差蛮多的。你们怎么都沉默？对，陈立伟很可爱，他就嚯，是好啊，是歹。有换就更小哈，我换更小没歹了哈。可不换，可换可不换啊。我们是要针对一号跟八号个别讲嘛。随便呢，徐立伟你觉得呢？一号呢？现在是先指那个一号要不要换？一号，一号要不要换？一号是淑华，对，一号是那个蔡立伟，蔡立伟的。好啊，要不要换一号？一号不要换了，一号不要换了。那八号呢？我想听一下学生哥哥建议。学生哥，有人点名你。学生哥，有人点名你啊？换，换是吧？八号要换是不是？啊，不，八号不换了。八号不换，你讲清楚啊！你讲清楚啊！八号不要换，我可以欺骗他。八号要不要换？好，盖牌。好，不能再讨论了啊！来，自己拿下来。自己感觉一下刚刚几位同事的诚意啊！许立伟要不要换？你的八号不换，不换，不换。然后雪生哥说不用换。蔡立伟呢？我来换一下。你要换啊？一号要换几号呢？那我就换隔壁的七号好了。七号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准备锁定。七号、八号确定。我们来看一下七号的奖品是。蔡立伟换来的是知名耳机。才只有600，怎么说？换得好。本来是500，哎，金木瓦吉那杀金，没有害你啊。对，那至于好，很好的，本来是500块现金，我给他本来500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但是你的是最好的，坚持不换啊。对，来看一下，八号的奖品是4900。耶，好的还不错，这个很实用。恭喜恭喜，谢谢。哇，都换的或不换都很好。对，来两位，来，徐立伟，陈立伟啊，徐立伟，陈立伟，哎，德高望重，学生笑的那边走，德高望重是他过不去了，过不去啊。制作单位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？做大一点，陈立伟过不来，过不来，拍谁，让你过不去啊？下次做大一点，好，收一收。好，来，立伟，麻烦我们站这边，望重的，来六选一，对，一到六号现金都还没来哦，现金都还没出哦，3500，来，许立伟，一到六号，三号确定，三号，哎，接下来是陈立伟，您选哪一个？五号锁定，五号，好，来，请戴眼镜，请两位立伟先戴上墨镜哦，不能偷看哦，三号跟五号，来，请先排。这个啊是OK 了哈。那我们从三号开始来讲好了，三号。两组觉得怎么样？三号换掉，三号换掉。不要换，他没有在用，他用不了，你可以用得到。而且去那个地方吃饭好像怪怪的。用得到，志杰，你用得到，不要换，用得到不要换。换。那五号呢？五号呢？五号要不要换呢？五号。这里有洞看得到。不要换。五号可以，五号要换，五号适合学生哥的。好，五号适合学生哥。学生哥说哈，他有偷看到，他说真的吗？因为这个墨镜刚好他脸又把它撑大，所以他是唯一有缝的。哎，可是别人都看不到，他看得到。对，您看前面，看前面。我不能看这边。哎，不能看。好，盖牌，请盖牌。好，要不要换？可以拿下墨镜的。好，来，学生哥。三号、五号。墨镜，我是五号嘛。拿下来。拿下墨镜，拿下来。换了没有？三号。可以拿下来。好，换一下，换一个新的。来，我要换。立伟，你要换，你的几号要换？三号。三号要换几号？换六号。六号。三号换六号，确定。那接下来我们学生哥呢？五号要不要换？说啊，要不要换？不要换。你相信我，我相信你啊。哎，这个适合你啦。要不要换？适合你啦，看这个可以换啊。不换。不换是也可以换啊。好。来，五号、六号确定。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不换的五号是什么？来，请先排。哇，学生，女生普生，健康的，对，很实际，很实际，保证自己的肚子更大。那许立伟换来什么呢？六号，请先排。哦，不错，不
小谷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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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立伟，谢谢辛苦辛苦，谢谢。好了，今天来哦，先不管到底拿多少，光看到我们蓝绿这么和谐，我们人民就很感动了。对啊，这种画面多好啊！请继续为我们这个人民啊谋取福利，谢谢立伟，谢谢。好，也请大家明天继续锁定，大家一起来，奖金跟着来，拜拜，拜拜。来录制这个节目，让很多的观众朋友看到立法委员不同的一面，更加是轻松愉快的一面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透过这个节目看到，在台湾有很多新兴的文创产品，包括我们很多农民辛苦工作的成果，这些是非常值得政府大力去推广的。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发掘更多台湾的好产品。这个节目的展现形式是以益智节目的方式来展现。那我相信所有的观众以及参与的来宾，对于这样的节目一定会非常的高兴。我们预祝节目的收视率步步高升。刚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，好紧张哦，然后一直问自己说我会不会出丑啊？但是来到这里就觉得还好，真的是跟我们在问政的时候完全不同。然后让我们展现另外一面的陈廷妃，再一次谢谢，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长红。今天来参加录影哦，觉得很有趣哈，因为蓝绿的委员哈放在同一队啊，然后一起抢答，一起参与这种益智性的节目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那至于宜人，那也希望将来哈我们这个蓝绿的委员更能够彼此了解，为台湾一起努力。台湾有很多好人才，这位拍片台湾有好的将来，欢迎大家来看有意义又有趣味的精彩的节目，大家一起来2.0。从小到大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，所以呢心里面自然很紧张。不过我跟徐委员我们都不笨哦，我们脸书上的朋友不要骂我们笨哈，其实我们都很聪明的。今天我们蓝绿啊在这边可以说在那边大和解哈，非常的好的一个活动。我希望台湾加油，还有大家一起来2.0加油。